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早上好啊！我之前不是说到了关于四方之网还无法抓起小动物的一个问题吗？这边确切的消息是要等人犬活动结束之后才能够得到四方八方之网，并不是活动道具给的四方之网，将在20号开始售卖，10000摩拉一个，每周可以购买5个。在地图上可以看出是位于道七钓鱼协会的这个传送点上，是找一位叫若子的 NPC 购买。目前这个地方跟官方放出来的对比图来看，若子的 NPC 还没出来，要等活动结束之后才能购买我们的四方八方之网。关于新活动迷城战线，官方这一次还是听取了玩家的建议。打过第一期的小伙伴们都知道，第一期的迷城战线不仅任务要求多麻烦，而且当初还没有像这样子详细的一个任务指引，很容易在里面迷路。这边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，做这个任务的时候直接一进来就是找我们上面那个发光的红色柱子，其他的都不要管。找到我们这个发光的红柱子之后，就挑战符文，然后击败这些小怪就可以了。这里的挑战也非常简单，我个人建议在选人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个奶妈，因为使用的是试用角色，伤害的话比较一般，通常完成这一关卡的时间都是不超过5分钟的，直接去打那个会发光的柱子符文就可以速通，最后完成我们3个符文挑战，击败我们的最终 boss 就可以了。这期的深渊迷城总体感受不错，能够体验到很多自己没有的角色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明天就能够去抓小动物到成个湖了，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呢。那么我是冰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